结果被三振。哇，这个球是没有出棒，被一敌人给 K 掉。过来一个二缝线的内角快速球，投得够刁钻。接着轮到陈金峰，陈金峰加上今天的前面三个打席哦，也已经近期也连16个打席没有出现安打，这个球转来一手追过来，不太妙，被接杀。我感觉应该是看到这个球好像击球点太早了一点。陈金峰在下半季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打得还蛮不错的。对，安打，另外全垒打也出现有两支啊，6月29号跟7月4号。但从7月5号开始哦，这个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个低潮，中间还被出生球打到了一次，加上今天的三个打数哦。讲打数比较准，也连13个打数哦，没有安打，那以打席来讲连17个打席，当然这中间有一些保送。现在轮到林志胜，今天林志胜有2支的安打，蓝米狗今天7支安打里面只有1支长打，6支是一垒安打，甚至于林志平有2支是内野安打，所以杀伤力当然就跟兄弟相对有一些差距，相对今天长短兼施了。球出现了一好一坏，8局的上半垒上没有跑者，先发投手郑启宏把7局完成了。有时候真的差这一局或差1-2个出局数，真的差非常的多。没错，今天相对的牛棚应该感觉到顿时压力减轻很多，而且接下来还有好几场比赛，对，所以你可以省一个投手，就可以省未来哦在调度方面更大的空间。虽然不知道明天的比赛会如何了哦，但是这种连贯性的一个比赛啊，确实是要算得很精准。对，哇，另外一地牛队把分数给拉开了，变成了8-0。接球打成了界外，球出现是2好球、2坏球、2出局，垒上没有跑者。今天除了第一局之外哦，蓝米狗另外一个，哎呦，先回到场上打着被三振出局，3上3下，8局上半结束，目前是蓝米狗落后了6分。